现在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，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，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，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。好朋友来的股海大丈夫，为您邀请到永诚国际投顾陈建诚分析师，陈生老师好。陈你好，忠实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是陈盖威风吗？不是。哎，今天给的是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为什么今天是这把扇子？为什么哈？因为各位你们都把它给忘了。哎，一生只爱一女神，科技界女神秀兰姐姐，好久不见。环球金哈，各位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我在讲。环球金的秀兰 姐，对不对？大概快三个月了。如果你每天都乖乖在三点半在中视前面守着晨晨的节目，守着我的话，你一定知道说，去年的九月八月底，对，开始到九月八月九月那时候，你还在纠结 AI 三雄怎么办的时候，我是不是那时候开始带你买国巨，对不对？环球金，环球金。那些年，后来环球金跟国巨这两家公司就一路两个股价一直比，都是470、480，对，然后500多、600多、630，有没有？是的，一直到去年的年底，12月，630，到1月初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年底要集团做账嘛，所以我的 timing 帮你抓得刚刚好哦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那从一月呢，啪啪啪一路跌，2月跌到现在。都被大家给怎么样？遗忘了，忘记了，忘记就算了，忘记还没关系哦。有人去买600多的哈，还砍出来，还砍出来，对不对？砍出来的人，我今天这个扇子上面的话送给你哈，对不对？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谁笑？我笑，秀兰姐笑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环球金。各位，你们现在眼睛里面只有台积电哈，联发科，对不对？环球金今天多少？604。今天一张20块，涨20000呢。哎，老师，台积电涨比较多啊。各位，台积电一张70几万，700多块，对不对？环球金只要多少？500到600，只要500，只要50几万，对不对？你来看报酬率，来环球金今天。收盘的报酬率跟昨天收盘比是涨3.47%，对，对不对？台积电呢？2330的台积电今天也涨，但是它今天涨收盘3.4%，谁赢？秀兰姐赢啊！可是重点差在哪边？差在哪里？价位。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，我绝对不会带你去追高，对，我会带你低阶，我会带你三头斜照。我会带你买潜龙，对，对不对？我会带你买在绝情谷底。哎，金庸好厉害！我现在突然想要，我现在发现金庸很厉害。是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金庸小说可以那么卖钱？有降龙十八掌。为什么叫绝情谷？他就很绝情的砍在谷底了嘛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，大家都砍在谷底，真的是绝情啊！我发现哈，秀兰姐姐真心换绝情。中华民国分析师大概只有沈森老师，就我的梗最多哈。对，因为都可以把苏东坡的信手拈来，定风波拿来做股票，现在连金庸的绝情谷底都可以拿来做股票。哎，这里是不是绝情谷？是啊，有没有人喜欢待绝情谷的？没有，但是你待在绝情谷底的，有没有？是，赚到没？秀兰姐姐赚了啊！对，给你的爱。来，这两天有人跟你讲环球金吗？没有，没有嘛。那今天早上，各位，环球金昨天开完法说，今天又来到600块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又开始跟你讲环球金了？有，对不对？有，谁讲的？没关系，爱心比起来，爱心比给他就对了。感恩。因为，老师是在前天就先讲了，对啊，因为你今天讲就在帮我们抬轿嘛。比给大家哈，比给今天。帮忙讲环球金的分析师好吗？老师是在前天晨晨聊产业 YT 节目当中，来各位跟大家在聊。我已经跟你讲哈，我绝对不是那个今天涨什么讲什么的哈。我现在开始往回看哦。好。哦，今天还有一档很多东西。今天还有一档亚信，以太网路。亚信我也之前讲在前面哈，但是我现在先让你看环球金。好，环球金呢，老师说好久没有去来关爱女神了。今天的法说，昨天法说完，今天的报纸出来了。徐秀兰展望环球金春天到，这是今天的哦，今天的工商我把它截下来的哦。好，来，各位，
这一张，嗯哼，我告诉你说，我中视的时间只有25分钟，有限。哦，嗯，我光是要跟你秀我的拳脚，时间都不够，不够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你要好好听我聊产业，请记得你一定要来订 YT， 红色框框扫起来。我是哪一天讲的？前天呢、欸？是，大家都我说你都不看我的聊产业，你看我聊产业，嗯。你至少怎么样？抢先听到。你至少你慢我一拍，但是你可以快。其他的分析师两三拍耶，你忘记了华勤吗？嗯。真正叫你来买华勤的分析师，通常都在270了啦。嗯哼。可是我是230呢。是的。智茂呢，不也一样吗？210以下，对不对？智茂我一月就在告诉你智茂了，对，那时候才220。210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你现在等到这两天，哇，今天的智茂再创高啊、哦，对不对？嗯哼。你等到现在，人家才在讲智茂，嗯、你没有一张跟我差5-6万，差7万吗？嗯哼。所以我一直告诉你，看对节目很重要。如果你可以当凤凰，就不要去当麻雀。嗯哼。好、哦，可以当龙，对不对？就不要去当虫、嗯。为什么？麻雀跟虫都是跟着别人走的。嗯哼，对不对？前天哦。嗯。所以你前天晚上看到我的，聊产业，你昨天买还有，你昨天买今天不是可以赚2万？嗯，没错嘛，可以买在五字头啊。嗯，有图有真相哈、哦。是，你现在可以去看。矽晶圆啊。是的。20几号？哦，三月3月4号、5号、6号、4号、5号。5号。有没有？嗯。你去看我观看人数。嗯。多少？6000-7000人可以做见证呢、欸。嗯嗯。观看人数6000-7000呢、欸。你现在回去看。你现在扫起来红色框框 ，YT 自己去找3月5号的《股海大丈夫》陈晨聊产业。我现在往，对不对？就这一张啊。嗯，就是前天的节目，对不对？对。矽晶圆三雄，嗯，静待景气。其实我们在中视会议室投影片播啊，如果你真的去看前两天的中视，我在给你跳投影片的时候，一定有给你跳到这一张啊，对吧？我现在跳给你看啊。嗯哼。我们的节目的所有的投影片呢，都是一直往上，从来不改不修，一直往上堆叠。我昨天讲资安哦，昨天的产业。我昨天讲资安，所以，你还可以来得及看哦，因为我讲的资安，我昨天盖这一只起来还没涨哦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哦，还有机会。好来，还没开牌就有机会，好不好？那你一开牌之后，你又跟我们差距又拉开喽。就像雅信那时候，老师在盖牌的时候，有没有你赶快来、欸。你不要看我字卡滑好几张哦。这才是前天才录而已哦。对，前天的 YT 是不是这张？这张啊，同样的图，对不对？同样两张啊，我可以拿出来讲啊。嗯，我把三雄拿出来比，我把环球晶、台盛科、合金三家公司超级比老板的看法，我都拿出来跟你讲。三家公司老板看法都一样。嗯哼。所以如果你今天环球晶涨比较多嘛，嗯哼。好，但是如果你不是买环球晶，你买台盛科、买合金。都有小赚一点，而且老师那时候还说，对对高价、中价、低价任君选，但三档都帮你拿出来了。那你会说，老师你有买吗？哎、对、啊，会员有赚吗？你有讲，那你有买吗？我会讲，当然是我买了，我才会拿出来讲啊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嗯，对哦，我没买，我干嘛拿出来讲？一定是我买，我才会拿出来讲吗？跟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买了，我再拿出来讲，嗯，然后你看了我再讲了，你再来买，对不对？嗯，很抱歉啊。没有付费，那当然就是要帮我们抬轿，这很合理嘛，对不对？只是你是早点来抬，你可能还可以比投信外资早一步再来抬，对不对？你就等到投信外资再来，你再跟在投信外部，那玩好几步了，嗯，就好像智茂，是，对不对？我如果买220，你210，如果你认真够认真看节目，你可能买230，嗯哼，对。但是呢，你要等到，哎，因为你还不敢买。230你还不敢买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我在讲，你会怕、嗯。什么时候你底气来了？哎、欸，投信买了，外资买了，对，大家电视上飞，人人都在讲自贸的时候，你就有底气了，你就敢买了。270了，280了，人人都在讲的时候，嗯，没有便宜，没有甜甜价给你了。对，你知道，这就是股市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。嗯、是，那你要做谁？你是要买在91初九潜龙勿用。92大人刚来，还是你要买在95飞龙在天，接着要抗龙又回，嗯哼，有没有？这就差别，嗯，好，环球金买进的动作，老师也通通直接公开哦，这边五清代的哈、哦，571，麻烦你看一下，571，571是571，今天604了，
你去看前天有没有五七一？嗯，我既然前天讲，对不对？嗯，麻烦你看前天早上有没有五七一？嗯，三月五号，6488环球金，就是前天的事，聊产业当天跟大家分享。3月5号，嗯，最高582，最低571，然后呢，3月4号，麻烦你看一下在前一天，3月4号。好，3月4号最高573，最低563，对不对？来，会员的动作，571、570，这是清代会员，570哈，嗯，回报。然后呢，环球金是我先进科技班，是，我是不是关班了？当初邀请来，我说我只有30名额，你都不相信，2月底，对不对？爱马仕的投资价值你不相信，你要相信爱买的，有没有？天天打折，天天送，对不对？会期给你送半年，送一年。好，然后呢，有没有让你赚到钱？我不知道哈。嗯，来，先进科技班，环球金，我这都是解我的 LINE 哈，因为我扣讯发出去，我自己的 LINE 也会回过头来收到我发出去的，给所有班的扣讯。嗯，好，你们如果有参加过我们永成国际的，你就知道长这样，不会底座怎么样？你的底色是黑色，有没有？嗯，我的是白色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571。哪一天？3月4号、欸，我们5号聊产业。有没有看到？我截下来，3月5号在下面，所以上面的是怎么样？3月4号。而且我发扣讯，我都有一个纪律，我一定会写日期。3月4号。清楚明白。多少？571。刚刚看到563低点嘛？563，对不对？那你所以571一定买得到。不敢讲买最低啊。但570、571，你买起来，在这边的环球金是被大家都杀出来了，在绝情谷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在绝情谷底？嗯，因为大家喜欢现在要去追谁？散热，追散热啊，追台积电啊，追联发科啊，你都很喜欢。现在已经在追热门智茂，对，追400块的上品，有没有？追星云，追1000块的红树，那你要追，你去追啊。嗯，可是新会员，我是不是一直告诉你？我说你来，嗯，我绝对会带你去做我手上的股票已经涨高的，这是我的原则，不要再来帮我的旧会员抬轿了。我一定会给你新的股票，而且是在绝情谷底的，嗯，有没有？嗯哼，是。现在有没有很佩服金庸？对啊，老师呢是金庸的忠实读者。绝情谷底是山头写照。当年小龙女说我在绝情谷底。嗯，对不对？我就相信了啊，对不对？那晨晨永远买在绝情谷底啊。嗯哼，你看到没？1张2万。嗯哼。所以说啊，老师是不是怎么说带着你怎么买，然后我们就是怎么赚？但是会员的当年我不是跟你讲环球金跟国巨嘛？嗯，我是不是两个跟你比？为什么我不买国巨买环球金？这就是选股啊。那你看今天国巨涨了吗？没有啊，这就是选股。那为什么我要买环球金？台积电在，我之前就跟你讲过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说什么？台积电的上游啊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昨天才讲的？前天啊。我说各位，前天啊。我说台股哈、哦，纯度最高的，第一个辉达，第二个台积电。我说 AI 里面辉达赚最多嘛。对。AI 的晶片要给谁做？台积电。台积电。嗯。那台积电搞了一堆先进制程的设备、什么都搞了。对不对？但是光照盒、湿制程、什么先进封装，什么都来了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你的厨房里面锅碗瓢盆都有了，没米、啊、没有米，你是怎么吃啊？是啊，环球金就是那大米啊，你懂意思吗？懂。你的厨房，你的那个相应电子锅，你买的再高档，相应电我有4000-5000块一台的，有上万的，对不对？有上万的，对。你买了那么好的电子锅，请问没有米，你最后没米，你那锅要干嘛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你懂了吗？嗯哼，这一句话我在去年我带你做400多块的环球金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跟你讲过了？去年10月都可以拿出来做印证啊。明天再给大家看，只是大家很容易健忘。嗯，你眼睛看到的都是别人的涨停板，嗯，你都忘掉了。秀兰姐这么认真，每天在帮你经营公司，是没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中美金集团一直都怎么样？一直都是我们晨晨家族的提款机啊。今天感谢再贡献2万。没有矽晶圆，你做得出超级晶片吗？没办法，没有啊。嗯，环球晶现在是全世界排名第3大的晶圆厂，是，也是我们台湾的之光啊。
秀兰姐，台湾之光，对对，台积电没有晶圆，一颗超级晶片都做不出来，你懂了没有？懂。所以啊，我们就顺这个藤摸这个瓜，就很自然，今天就摸到两三万了。很难吗？一点都不难啊！我需要一天跟你秀大腿说，秀拳脚说，我今天有这根涨停，我明天有那根涨停，你真的相信吗？我告诉你，眼睛看到的涨停板都是假的啦，你只有怎么样？口袋里的口袋里给你赚进去才是真的。是，没错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了环球金，各位，今天多了两条线哦，哎，多了一条线，这是什么线？我前两天，昨天是不是给你拿这张？是，已经154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们的科技班哈、我们现在只有三档，本来五档，现在只有三档，为什么？环球金，因为我是实实在在，我要跟你执行说，如果你是100万来操作，资金控管，一档环球金就只有就五六十万了，你只剩下多少？50万，40多万，对不对？我带你买570嘛，你只剩43万可以买，所以我剩下两档，我就只能让你用这40几万可以买。如果我每一张都是让你买200块的股票，所以另外两档你就只能各买一张。我这张绩效图，我从9月给你公布到现在的时候，我说你的100万，你只要我较劲的股票，你只要买进一张就好了。你只要买一张就好了，我一张一张我给你获利，只要获利有没有出厂价，你就可以看到啦。昨天154对不对？今天环球金上来一张，有没有？有。昨天151.5。昨天151.5，今天环球金上来，再加3万上去，对不对？不用加3万啊，加2万我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扣掉手续费啊。哦，也是，对不对？日期最高要600嘛。日期标注在下面，清清楚楚。你有昨天看好拿出这张，对不对？看日期。今天呢、啊？台积电千金科技班，我都让你对得起来哈。其他人我就不晓得了哈。千金科技班，环球金571有，那你相信了没有？清楚明白。我如果要骗你，我也可以说台积电啊，因为我既然叫台积电科技班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没有了嘛。那没有，我们台积电在涨，我千金科技班，我让你就没得赚吗？一样赚啊，赚环球金啊，赚智茂啊。我说赚多赚少都没有关系啊，重点怎么样？你要实实在在获利入袋。重点是你的胜利百分百，你的出场有没有办法每一档都让你赚到？然后呢，你的钱可以怎么样？一路放大，一直累积起来。一直累积起来，我从9月开班你就知道了哈。去年9月哈。你们要等我的股票跌才要来入会吗？可是你没有发现，我们每一堂的操作就一直让你一直获利向上的累积上去，对不对？这才只有这才叫做什么稳嘛？这才是你要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多加了一条橘色的？对呀。橘色就是，当你有100万，我让你赚到120万的时候，你就不是买一张了。你多拿20万，你可以多买干嘛？200股，1.2张。所以最早来的人，你赚了20万，你变120万的时候，我本来叫你买一张，或者叫你买一成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可以买多少？1.2张，你变成可以买1.2张。所以你的钱只要不拿出来花掉，放在里面，我持续这样子的带你操作。你会变成这条橘色的线哦，而不是这条蓝色的线哦，有复利的效果。这样你懂了没有？懂。那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个境界？那就是你必须提高你的操作胜率。你懂不懂？我一直跟你强调这个观念，不在乎你手上到底有没有什么散热，有没有双红，有没有 AI 三雄，在乎的是你的每一趟操作有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子，获利100分的出场。你的钱自然就越滚越大，越来越多。懂了没有？现在我们要进广告了。你想要的话呢，来自己家，你要不要这条曲线？自己来。你要的话，广告时间电话直接打来，来直接加进来，直接打电话喽。来，各位，以太网路，我在2月23的时候，我就是给你看这张图，邀请各位，对不对？我说高速传输、超级晶片，整个会往外围扩散。哇，你有认真看好节目，我讲的话你都会怎么样？言犹在耳，是有没有？如果没有高速传输配合它，那超级晶片也没用啊。对不对？所以记忆体也要快，必须。
记忆体快也没用啊，嗯，网络传输也要快啊，是，所以今天是不是你看到报纸说联发科的达发，嗯，跟联发科两家要来怎么样参与九阳的现征？九阳是不是涨停？嗯哼，九阳做什么？以太网路嘛，联发科底下，但是九阳跟亚信都是联发科底下的小金的公司，两个都在做以太网路。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压九阳，我们压谁？我们压亚信。嗯，结果你看今天的亚信，今天亚信盘中也亮灯涨停啊，3169的亚信有吗？一样，盘中也是亮灯。我一定要有九阳吗？那买亚信意思不是一样吗？是。前几天外资还都在卖哎。嗯。外资卖是没关系啊。重点是你是今天才要去买亚信，还是你在前头？还是你要买在前头？对呀。又同样道理又来了嘛。各位，2月26的时候，嗯，还开牌哦。我还开牌给你哎。对，在中视也有开。这边这一支影片，里面有10000多人观看，换句话说，这10000多人可以帮我做见证。是，你们可以回去看2月26，我股海大丈夫的节目，嗯，麻烦你看一下。那你现在想要说，哎呦，原来老师的股票这么飙，赶快回去看。可以，你不参加会员的，那就麻烦你认真回去爬我的节目，把心法学起来。对，嗯，我的股票都是最后一档一档都会飙起来。是的，好，但是呢，你不想花那个时间。对不对？上班一天够累了，还要回来做功课，那很简单嘛。电话拨通，交学费就这么简单啊。对，对不对？而且那时候我们公开的时候130以下，今天都要150了。我那一天我还给你亮牌，我有亚信。对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来，以太网络是不是这样投影片？对。本来我是盖牌。对。我那一天我还直接把盖住的直接挪开给你看，有没有？框框都还在嘛，可以作证嘛？是。对不对？嗯。好。亚信。我们当时什么时候开始买？有129哦，更早。有没有看到？是的，有没有？嗯，有129嘛，129块的价格，然后有100，对不对？131，有132，对，就会买到131.5，130附近，好不好？今天到150了耶，一张又是20000的价差。来，清代体验班的133.5买到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我记得还有最低有买到127的，好，在130附近。买在前头，买在前头啊，才有赚，你才有赚头啊！真的。好了，我们时间不够用了哈。嗯，最后一样哈。周末来，还是来跟各位讲一下，因为快没有位置的啦。是个位数啦。来，台中高雄今天会员贴给我的哈。嗯。陈老师，我的神啊！创维、金诺科、亚信有没有？会员自己分享的，智茂、道华行都挡挡赚，真的是信老师得永生。他写错了啦，信老师得翻身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最后还是这样子哈。飞鸿在天，飞鸿在天的分享会，如果你要来听我分享会的，电话打来报名好吗？或者加LINE来报 ，OK？ 最后个位数的名额了，台中、台北两个场次，自己来询问喽。再次感谢陈真老师。你手上有资金的，有股票的，想要狸猫换太子，石头换钻石的，也利用广告时间电话直接拨来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，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，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，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